Hello， 大家嘴哥，在王者荣耀里面，老夫子捆人还是很厉害的，但是有一些英雄的技能就不怕他的捆。我们就来看这个廉颇啊，廉颇在释放二技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老夫子那个大招跳过去，但是对这个廉颇没效啊，这就是他的捆不住，这些可以抵挡。他这种效果相当于霸体效果，是相当于无敌状态啊。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，就是这个刘备其实也可以抵挡，就是他的大招啊，他的大招有护盾，然后在这个护盾期间，就算鬼那个老夫子用大招也捆不住这个刘备的啊。没看刚才就是一个大招下去没有把刘备捆住啊，就因为他有那个大招防护，所以说那个老夫子是捆不住刘备的。接着我们来看那另外一个芈月就不用说了是吧，芈月大招无敌，谁都拿他没办法，除非是在芈月没有释放大招之前可能还可以反得住，但是芈月在释放大招过程中那个老夫子的大招就对他没有效果了。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杨玉环的这个大招其实和芈月是一样的，大招释放大招的时候是属于那个无法锁定的状态，也就等于是无敌的状态啊，对方也打不到你，就算是老夫子的那个大招捆不来你在释放大招，所以说他也捆不到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盘点到这里，大家还知道哪些英雄不怕这个老夫子捆绑的，欢迎大家视频评论留言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